期间分析数据合于预期，本公司将尽快将期间分析报告以及相关研发文件送交之食药署，进行 EUA 紧急授权使用审查。根据一二期目前的结果显示 ，UB612 疫苗有良好的安全性及耐受性，且具优异免疫原性反应。林雅生技将于六月底递交其中分析报告及其他技术文件到食药署进行紧急使用授权的审查。大家知道说，